大力呀！快，这么贵啊！哟，先生，对不起，咱们这西餐厅没有筷子。王大力，我爸我妈走的早。 他们不是孤儿，他们还留给我这个家，你也去过是不是？我他妈有家！什么叫有钱人？就是有钱才算个人。 现在的人呐，见面啊，先看地位。你地位比我高，我就高看你；地位比我低，我就瞧不起你。你看看你现在这状态，你看看你现在这状态，你看看。王大力，你装什么逼呀？ 事情一旦发生，就再也无法挽回。拆吧。
叔叔，你为什么哭呀？